这集要带大家用徒步的方式把前几天还没玩过的冰城市区周边景点走一遍。不多说，我们直接出发吧。好，这是第三天最后一天了。我们早上先来去吃一个阿里香蕉椰浆饭，然后说很辣的样子。听说什么辣死你妈，就是为什么不辣死你爸？这边也有很多东西吃哦，所以可以在这边吃早餐。老辣该怎么讲？羞羞啦！这边还有好多东西哦，也有炒河粉、海鲜粥、炒龟条。好了，我们吃一个沙包鸡饭。新妈去点了一个他们这边必喝的白咖啡。为什么你的白咖啡跟美露长得一模一样？像不像？哇，看起来不错呢。那你究竟有多辣呢？究竟有多辣？辣死你吗？辣死你啦！辣死亲爸爸就是这样子，一份3块钱，然后它其实都是已经调味好的，听当地人说是非常辣的。那但是还是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试着跟他沟通看看，可不可以就是一点点辣就好，他们就现做。你妈先吃，每次都叫我试试。我要负责赚钱，我死掉了就没有钱。试试看啦、啊，到底有多辣呢？真的蛮辣的。哦，不过好过瘾哦，好带劲哦，超好吃的，超带劲的。吃完真的是全身汗，很过瘾。我现在已经热到这边都热了，都流汗了。哎，你要不要吃？不要客气啊。不喜欢吃辣。大惊小怪。It's OK， 太会装了，开始流汗了。现在到食道了，慢慢已经到1/4的胃的那个开口处下去了，还好啊。不过它的辣是还蛮香的，很香，所以有点后悔加太少了。好吃啊，好吃。啊，来尝试这个。这边应该是腊肠，然后半熟蛋，哇，看起来就好吃了，然后肉。他的饭，来做做看。整体来说，这个味道偏咸偏重，不过很刷嘴。哦，终于喝到白咖啡了。朝思暮想的白咖啡，终于喝到了。啊，我喝，怎么那么顺啊？因为我喜欢星巴克喜欢的咖啡是那种，就是可以苦不要酸，然后这边的咖啡就是完全没有酸味，我觉得很好喝。那微苦我可以啊，一辈子吃苦吧。再来，我们去娘惹博物馆。娘惹属于华人与马来人的结合体，男生则称呼为巴巴，女生称呼为娘惹。引用回教法在新马实行后，除非华人男性欲成为回教徒，否则是无法跟马来女子结婚的。所以南洋的巴巴娘惹文化也渐渐的没落。那我们进去看看娘惹文化吧。啊，这边娘惹博物馆呢，就是华人跟当地的人结婚之后，娘惹就是指女生，男生好像就叫爸妈。那如果这个是姓林的话，就叫什么？林惹。林娘惹，所以这脏话是从这边发源的。那这边的话，可以跟大家说，如果说像我们这一次时间不够的，因为还有一个叫做张壁市故居，也有人叫蓝屋。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很像，时间不够的话，建议你来这个娘惹博物馆就好。因为听很多人说，张壁市故居那边，因为它现在它是一个饭店，你要有住在里面的，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这边也有讲解，大概半个小时会有一场。娘惹博物馆又名正景贵故居，这间博物馆前身为槟城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假壁丹正景贵的宅邸。在这座100年建立的豪宅，收藏者超过1000件的古董收藏，也能透过此博物馆窥窥丰富巴巴娘惹文化习俗和传统，相当值得购票入内一探究竟哦。哇，二楼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名副其实中西合并的感觉，因为就是有中国的文化，然后又有就是西方文化。然后这边是他的房间。对，为什么那个床这么乱？刚刚我们都整这么小。你说它很乱，你的床更乱吧？哇！为什么？要参拜了？有什
么故事吗？我问一下，这里这就是男女不和啊。我不想看到你。对啊。这是我阿祖以前的那种，你有没有看过？为什么这边会有鸡？抓楼鸡啊！因为这个人主人那个耳朵不太好，早上的时候鸡在叫会听不到，那干脆就把鸡放旁边。有道理，是不是这样子？博士城。哇，还有电视！你搞错了，这是微波炉。啊？都是在卖东西，哎，老板，买这个回去。买这个回去干嘛？装饰啊，你就挂两个在房间了、啊。挂好自己就好了。然后，好，我们现在到这边是槟城街头艺术，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这面墙。槟城街头艺术有着许多的壁画，而这些皆由来自立陶宛的艺术家所创作，其中姐弟共集曾被选为全球15大最佳壁画。然后很多这种三轮车，就是不用走了，可是那个坐不下我们三个人。哇，折纸飞机也能卖？对啊，你这么会开摊啊，你折恐龙。小只的3块，大只的5块。啊，大只的飞给你看，哦，怎么样飞？然后老板就飞走了。飞机机，然后你接住。我哎呦，可以飞，可以飞。凹坏怎么办？凹有凹的，你看看它的机翼、翅膀什么，它都凹出来了。嗯，很简单的，你还有这个手工哎，你想说随便变？美国 F15 型战机，假如你不要美国式的，你要旧苏联式的。米格29压上去，露出这个肚脐来，这样子看就是米格29。哇塞！啊，这边运送椰子是用丢的呢，太厉害了。好了，都来了，吃个冰吧。对，这个冰是怎样？来槟城的话，不是就是说一定要吃煎蕊吗？其实煎蕊啊，就是他们的创冰的意思。然后很特别，是把榴莲放在创冰上面，超级酷的。对，我刚刚就看到他们人手一碗，等一下来看看。这是椰子吗？不是，这是煎蕊，就是我们的创冰的意思。等一下你不能吃这个，等一下吃了又吐掉了。对，你吃冰就好。还是你要尝试看看？不要。来，先吃正常的。就是正常的创冰。重点是这个红虾，昨天那个夜市老板推荐，啊，可以试试看红虾。天使红虾，我可以吃吗？这个榴莲好吃的，可以吃吗？可以啊，好好吃哦，不苦，完全不苦，好吃哦。好吃。你确定真的好吃吗？好吃啊。那你干嘛要急着要喝其他的东西来压过去？我只是想要喝东西，不行吗？好了，我真的推荐这个红虾可以吃，就是我们这种幼幼班的可以选红虾，不会苦，不是。好，我吃，换我吃。放冰上放牛。红虾。吃到龙虾了，所以有红虾的味道。嗯。一个爪，真的好吃啊。这不会像那个我们之前吃的那个。猫山王。猫山王。猫山王还比较贵，20几。我嘴。嘴巴不会吃，你要被槟城人骂了啦！他们都是不会吃，不会吃，冒山王都不会吃。龙虾的味道比金枕头渣更重。刷冰呢，煎蕊吃起来就是跟台湾刷冰一样。它好像多一个味道是椰子吗？椰粉是不是？椰子。我来试试看那个毛毛虫，我很好奇。毛毛虫，那是要我们的粉条吧？粉条啊。好像可以进去看了，好，我们进去看一下。那进来的地方有这个衣服可以免费拿，
要记得还了，不是免费带回家。假币丹吉林回教堂由印度穆斯林商人兴建于1801年，外观采用了摩尔式建筑风格，其教堂是槟城最古老的回教堂，也是乔治市的世界遗址之一哦。什么什么什么？净化池。去。净神。这边可以游泳。是玩水池、啊。这个平常讲话太毒舌了、啊，你要从头到脚都套到。是你啊。看你会不会讲话收音。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观音庙，这个是槟城他们第一座观音庙，就是当初第一个来移民过来这边的华人，然后他们就是盖了一个观音庙。那这个庙已经有200年了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好，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小朋友快蒸发了。然后有星爸进去稍微逛一下，你去。交给我啦，哈哈哈。如果你要拜拜的话，这边香是免费可以，一样跟台湾一样是乐捐，看你要多少都可以。右进左出。槟城观音庙又名广福宫，主要供奉观音菩萨跟关圣帝君。观音亭建造时间跟假币丹麒麟清真寺一样，约有200多年历史，至今仍是香火鼎盛。这里也是岛上中国人寄托信仰之地。然后这边不知道在拍戏台，可能跟台湾一样，就是有一些节日啊，要表演给神明看。这边有一个许愿井。你下去了，这许愿井啊。他下去之后，他会说：“请问你要一个调皮，还是要一个更调皮？”我都不要。不给许愿了。对啊，里面都是那些人。因为大家都把小孩子往里面推啊。只有你。哇，这边的香大鸡呢。香好大只哦，这么大只。好，再来，我们到了圣乔治教堂，来找佩佩猪了、欸。这个不是佩奇的弟弟吗？对呀、啊，佩奇的弟弟叫做什么？乔治。圣乔治教堂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基督教的圣人和英格兰的守护神圣乔治而取名。教堂建立至今约200多年，其教堂的设计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和乔治王时代的建筑风格，纯白的外观相当简洁而优雅哦。来，马来西亚这边。其实温度跟台湾差不多，你说特别热吗？我觉得有时候台湾还比较热。有唱诗歌的声音。里面刚好在做礼拜啊。从来没有这么想要做礼拜。为什么？因为有冷气。好了，再来，我们去滨海公园那边走一走。下一个点，我们来到了罗根纪念碑。哎呀，这边有英文啦，这边有讲解啦。懂不懂？它叫罗根。罗根哦。然后我看一下哦。你头都光罗北北。哦，他就是一个唯一一个帮华人打官司的西方人。好啦，我来啦，怎么啦？不懂，我知道啦。他说，这个詹姆士罗根是槟城第一位不是欧洲人的民权斗士。这个雕像有四面，代表着正义、刚毅、智慧跟节制。啊，对，我是看成资料。这是什么东西啊？啊，就马蹄。马蹄，这是看马蹄，真的。像马蹄啊，他们这边的水果泥就这么特别，看起来很像碧玺这样脆脆的硬硬的，闻起来很像梨子，但是它多了一个有一点点丝的口感，还不错。我后来发现口感很像我们的甘蔗，但是我们的甘蔗是要你要把那个渣吐出来，它这个是肯定好吃的。可是也没有甘蔗那么甜。对，它就是。清淡的甘蔗。那我们走来这边，竟然有一个布扣 小的美食广场，很小。竟然发现了一个新水果，实际
些水果，菠萝蜜我们有在吃，但是因为它都很少吃，今天一吃屌哎、欸，一直跟我说、哦、好吃，好好吃啊，好吃吗？好吃。然后前面就是海边啦，去走走看看。我好像被什么东西滴到头了，这是鸟屎。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就突然水啦！哎呦，对，下雨了啦！下雨了，吓我一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鸟，滴了。我刚刚跟你有一样的想法，我刚刚也是。你刚说奇怪，我刚在我前面两滴，然后就看着满地的鸽子，我想说不会是鸟屎吧？那这边就海边。这边应该比较适合那个傍晚过来这边走，中午太热。这边每一个点，每一个人都讲说，哎、欸，这个要下午晚上过来比较好。那你这样子早上要干嘛呢？睡觉。哎、欸，走二十公尺了，又休息了。你看一下，你确定要下去吗？要。你女儿要下去啊？要下海了啦。要下海了。冰的。舒服了。我们也想要帮你安排个水上的，可是就机票订错了，没办法。都你啊，都你啊，都你。我好好奇，槟城这边都没有沙滩吗？对啊，不知道。龙九桃。我很想要去玩沙滩。好，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栋是槟城市政厅。角楼到了，钟楼。好，我们来到这个旧关仔角钟楼，这是摩尔风格的地标钟楼，它是纪念维多利亚女皇，很多人都会在这边拍照。你看，拍照。怎么没有看到人？太热了，是不是？都跑光了，应该会敲钟哦。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五分钟。它不会叫啦，只好我请我女儿。一点到了。你很有表演欲望，很好很好，以后当话剧社的 ，OK 吗？好，我们这集先到这边。马来西亚太好玩，下次我们预计要出发前往东马亚庇，也希望马来西亚观众留言告诉我们亚庇究竟哪里好吃好玩的哦。感谢大家，我们下集见。